森 Channel。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森，欢迎收看我的频道。下个礼拜二21号就是中秋节啦，所以中秋节我们在想要吃什么呢？我们一定是吃月饼，所以阿森打算今天开箱月饼。阿森开箱月饼就是我们大马鼎鼎有名的山顶黑毒蛇地心推出的猫山王冰皮月饼啊。阿森买的这个是 set A， 所以有四个冰皮月饼，还有四个榴莲抹吉哦。所以我们一起拆箱看吧。所以一拿到呢，它是一个保温袋，所以上面是有 地心 跟地心合作的。我们一起打开看。所以打开了，里面有一个贺卡，所以你可以写给你的朋友啊，可以当做礼物送给你的朋友啊，家人都可以。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上面有 K 楼跟 OK OK 楼，上面写住这个要冰存在18度以下，吃之前哦，你从冰柜里面然后拿出来解冻5分钟啊。所以后面就是我 Anthony 还有最喜欢的 Maria， 所以后面是英文版，那所以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好，我们把这个袋子放一边。我们看一下，前面是这样，后面是有它的 ingredient 啊，它的材料，它是哈辣的，然后里面是素食也可以吃，因为它没有蛋的。好了，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封面，所以封面是有 OK OK 萌 K 楼 Anthony 老张，还有这个是牧人。还有在天上飞的 Maria，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Anthony 的脸哦，很贵耶，根本就是做那个草泥马的样子。好，我们一起打开看一下啊。哦，所以里面呢有四个月饼，还有这个应该是抹吉的榴莲月饼，它这边是有 3D 的。3D 的，黑哥，为什么 Maria 不是 3D 的？好，我们一起开箱啊！所以这里是有月饼，所以我们先拿出来。榴莲月饼有四个，给一 set 刀叉，还有就是这个是抹吉的榴莲抹吉。嫦娥奔月的故事，我就不看了。所以话说回来，这盒子是很精致一下，管理地人哦。啊，所以这一 set 呢是 set A 啊，所以有四个跟四个魔机，是价钱也不贵，是98，我觉得合情合理啦。还有八个的榴莲月饼的话是128，这样子。当然，地心没有穿着我。然后我们一起开箱吧。所以我们第一个呢，我们先吃我们的榴莲月饼。黑色包装的，很高级的感觉一下。啊！哇！啊，刚刚就当做观众朋友没看到啊。好，我们自己拿出来。我这个是我事先有解冻一个五分钟了啊，可是上面还是有一些冰霜啊。没关系，我们先试吃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刀叉，是它的叉，还有刀，不管为什么纸袋破掉了，铁做的哦，不是 plastic。哦，原来是没有封口的，啊，这就是我们的刀叉，很精致哦，金色的，我们一起来试吃吧。我们先切一小块来。切一半，好，我们切好一半了，所以一半的呢，它是有这个外面一个冰皮，然后里面都是榴莲馅，啊，所以我们先试吃一下，
很冷哦。汤圆这样，吃榴莲这样的味道，它外面的冰皮月饼哦，没有很重的那种面粉味啊。啊，我切一小小块，给我一个不吃冰皮月饼也不吃榴莲的姐姐吃看，可以接受吗？它的皮是没有那个冰皮味，榴莲重哦，很像真的榴莲这样，所以是不错啦。所以这一个不吃冰皮月饼的人都可以接受啊，没有什么面粉味真的。OK，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墨迹，应该是开的，我还以为是倒出来。这个抹吉的盒子先放一边，所以它是有密封包装啊，然后有四粒抹吉，我们先打开看。啊，我们拿下来看一下这个是抹吉，我还以为榴莲呢，它会特地去做黄色啦，它是白色，所以我们先看起来。啊，榴莲馅，所以是一样的，薄薄的那个皮配上蛮厚一下的它的榴莲馅。这个呢，它的抹吉的那个皮啊，就其实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抹吉啦，所以那个味道，还是有一点点那抹吉味啊。所以比起这个，我比较喜欢吃月饼啊。所以这抹吉呢，只是我个人就不太接受抹吉啊，可是它的榴莲味还是很香啊，所以我们先放一边先。好，我姐姐看着我开箱，希望味道也跑过来了，它是很浓啊，那个榴莲味，所以我们开箱多一个啦，开箱多一个，这样。所以要在开的时候，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呢，你们可以去到 Digging 的官方网站去买啦，买了过后，你可以去附近的 Insti 购买。然后呢，这个过程就我就不是很顺利了。我在买的时候，他讲是隔一天可以去拿，可是我隔天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货还没有到，所以我是本来我可以提早多一天开箱，所以推迟了一天啦。然后过后也正好啦，他的货来了，货来了过后 ，Insti 也是马上就通知我啦，就是翻译。榴莲味很重，那个皮 皮的味道就没有很重啊，有一点点。我不喜欢吃冰皮的，是 OK 接受啊，没有吃到很那个冰皮有一个粉的味道就没有。榴莲很重盖过的味道。嗯。好，我们今天开箱到这边啦，所以我们的榴莲月饼呢，所以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啦，所以你们大家也可以去购买啊。虽然讲我是没有。代言啊，要找我代言吗 ？Dicky， 啊，我们下期再见啦！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拜拜。